我是于小安，我发现我好久好久都没有吃火锅了，最近两个月都是在外面飘来飘去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要去吃一家火锅，这家火锅也是我在万州经常去吃的一家。走吧走吧，火锅火锅吃起来，火锅火锅我来啦。鲜毛肚来一个，鹌鹑蛋，虾饺，水晶包，有老豆腐不？我要老豆腐，有老豆腐是不？冻豆腐都不要。除了毛肚，其他的通通都全部下锅了。现在要给自己调一个油底。香菜我就不要了。OK， 火锅经典油碟。啊，超 nice， 全部在里面游泳。开动吧，先烫个毛肚，七七八七三八虾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毛肚好脆，哇，火锅有点辣，好久没吃火锅了，还是有点辣度的。再来一个，超赞。再来一个我的最爱，水晶包，不是，不对啊，好烫，豆腐，超有味道，午餐肉，来一个 ，Cheers， 火锅配唯一，可爱的水晶包，一口一个。水晶包的皮糯糯的，还有点粘牙， Q 弹 Q 弹。虾饺，老板加个菜呀，要一个苍鱼、牛蹄筋、冬瓜土豆。火锅的麻辣味的，贡菜也超好吃，脆脆的，越煮越有味。冰火两重天，吃了辣的再来一个冰的唯一。加点材料了，那么今天拿个土豆和冬瓜，多多也要干好吗？一口闷了，这个毛肚的品质不错，这个鹌鹑蛋已经被煮的这种颜色了，有点像卤蛋了，越煮越入味，微辣都有点辣耶，这个火锅。超多蚊子，我被蚊子咬死了，在外面做。为什么我一吃东西就喜欢喝饮料？见底了，这个喝完了。刚刚加的蹄筋现在已经差不多熟了。它这个蹄筋不是属于那种比较趴、比较软的，煮了差不多20分钟吧，还是属于那种有嚼劲的，需要使劲嚼一下才能咽下去。土豆也熟了，已经完全入味了。
辣的很过瘾，超级过瘾。我们点的是微辣，它这个微辣其实就已经非常辣了。如果不是特别能吃辣的朋友，一般点微辣就可以了，辣而不燥。另外我特别特别好评的是他家的毛肚，很新鲜而且很脆啊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一视频再见，拜拜。